大家都知道日月潭的美丽风光是一个很好观赏日出的所在，其实在这个季节也可以有一个看美丽日出的美景哦。这就位在这个南湖月南华顶面的亮点，这是水里乡民陈天雄一摆无意中去发现这个看往这一段山方向的日出，非常的美丽。这一点就未输乎日月潭。三立新闻就请咱做回来看卖。日头渐渐为一座山山头出现，金黄色的光线映照在一座南湖岸的水面上，加上满天的彩霞，实在非常美丽。遐尼珍贵的日出美景，却其实非常好到位，在一座南湖岸的南花上方亮点啊，就欣赏得到。啊，清晨它橘红色的光影会倒映在它的南荷叶的湖面上，啊，那景色真的非常漂亮，所以想要推荐的。大家知道，我到每个地方去看过，日出，这里比金龙山哈、哦、也算蛮漂亮的。金龙山虽然它有它日出特色的地方，但是这里也媲美金龙山，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欣赏这边的日出。这是水里人陈天雄无意中发现的平地，就会当看美丽日出的好所在，而且效果会当比水日月潭中赏日出。然后前来踏勘的青岛旅游专家是非常赞叹，认为这是一个真好赏景以及介绍第三季一段故事的好所在。这两天真的很棒，那我们都会来看什么风景呢？就早上来看日出，哇，那日出前夕的时候啊，天空会很蓝，然后。满天的火红的霞云呢、啊，这里真的很好。那我觉得应该可以来这边泡泡茶啦，看看风景的。最好的话哈、啊，可以顺便来这边整理一下环境。我觉得这边的风景很漂亮，但是可能这边比较没有人管哈、啊。那应该整理一下环境，这边会很好。南投县好山好水，真侪美景就藏在平常无注意到的所在。一座南湖沿南花上方的这座亮点啊，平常时的视野就非常好，相当适合来野餐看风景。接近暗时往西边看，夕阳的美景也相当迷人。记者金山采访报道。